衣服我收拾好了，书你熟悉你收拾吧，我先出去了。曾相信努力就不留遗憾，可这结局太不堪，谁又会替我归晓阿姨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校友，还真是校友。我们虽然是同校，但是一开始我也没见过他，就老听说高三有个叫陆晨的，长得特别帅。这是我表哥陆晨。陆言晨。哎，归晓，来吧。你暑假作业写完了吗？就跑出来玩？你不也是吗？庆祝孟小山他们毕业嘛，特殊。陈哥，这是孟小山的妹妹，我小姨子归晓。下一局我来。你这人还没干高呢，乖看着。哎呀，你不是都包场了吗？又没外人，我打着玩。我陪你打一局。我打不过你。行，要我让我。